前几次听师父做节目的时候有说过那个人前世的感情债，你让他多念解结咒，就是这解结咒也可以化解前世的感情恶缘是吗？是的。嗯。哦，那这个祈求的时候要说出来是前世的感情恶缘吗？用不着说。嗯。啊、那这个怎么说呢？就是说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化解我的恶缘嘛就好了嘛。啊、化解。